女儿未出品，叫人常挂心。嫁过夫家他不愿，一心要陪读书人。老生留门朝师，陪夫六郡，不幸早年去世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儿子名叫刘春，乳名陶七。女儿于莲，至今尚未婚配，我有心托他舅舅给他找上一门相当的亲事，这辈子我的心愿也就了了，不免将女儿唤出商议商议。女儿，这孩子哪里去了？玉莲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来来来来来来呀！妈，妈，妈，哎，有点事。什么事儿嘛？有点事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嘛？快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告诉你，告诉你，妈要到你舅舅家去。去我舅舅家？嗯，也有什么事儿呀？啊，有点事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嘛？有点事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嘛？你快说，快说嘛。于莲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妈有心托你舅舅给你找上一门相当的亲事，你看好不好呀？啊，妈妈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我舅舅给我找一个婆婆家，把我们推出门去，不管我们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正理的事吗？那我们有话可要说吗？啊，你还有话要说？嗯，那你快说吧。你倒是快说呀！哎呀，你倒是快说呀！娘的心事，妈妈知道。你的心事，妈妈我怎能知道？妈知道。不知道？知道。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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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想让妈给你找上一个不输名利的书生？是不是呀？嗯。可由不得你，妈偏给你找上一个不务正业的野孩子。什么？给我们找一个不务正业的野孩子？那我们就不跟他去。亏你说得出口，你有话不是在头里，往后可怎么过日
好了好了，快叫你哥哥给妈背驴去吧。哎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哎，妈妈叫你背驴啦，知道了，哥哥。我来这儿好半天了，我妹妹站在那儿发愣哩。对，哎，我听她说些啥？天哪！天？天怎么了？保佑着，让我舅舅给我找一个白面的书生，那我就……妹妹，哎，舅舅，舅舅。哎呀，怪不得我妹妹站在那儿发愣哩啊！原来心里想的都是那白面书生。妈妈，爹爹要到啦，爹。妈，哎，妈，哎，妈，你叫我背驴呢？啊，叫我背驴要去哪儿呀？妈要到你舅舅家去。到我舅舅家，嘿嘿嘿嘿嘿，妈，妈，到了我舅舅家，可别忘了给我偷两颗鸡蛋。你要干啥呀？我好来解解馋呐。馋骨头，去。驴备好了没有？备好了。给妈牵驴去。哎。女儿。妈走后，你要好好在家坐会儿，可千万不要乱跑啊！嗯，知下了。妈妈去去就来啊！啊，啊妈杀你！哎呀，走呀，走呀，走呀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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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的话听清楚无有啊，不要在门口站着，回家做蒸鲜活去啊。走你的吧，用不着你操这番闲心。我操的是闲心，可我没有操那白面书生的心。啊，哎呀你，哎呀。哎，我一句话把我妹妹给说羞了。他一溜就进去了，他进去了，哎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我淘气儿还得真的操这份心，眼看着我妹妹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她那个心就开放了，她那个心就开。你怎么又出来了啊？回去。妹妹回去嘛，回去。哎呀，不说倒好，
一说半道地出来了啊！回去，回去，桃姐，哎，来了，哎，妈妈来了，回去啊！桃姐，哎，来了呀！哎呀，妹妹，她不回去，回去，哎，回去，妈妈。成天关在屋里不许出门，人家在门口站上一会儿都不行，不行喇叭。救我吧，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我救你吧。
我的读书之人，你还是救救我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家可没有男人呢。哪里呢？大姐，他来了，你快快救救我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伙计，怎么追来追去，追到这就不见了呢？哎，伙计，啥又唬人家？喂喂，闻一闻，喂喂，开门吧！谁呀？我们是公差，问问你，是不是有个小白脸跑到你家了？大姐，你就说无有人来，无有人来，我们看见他来了、啊、他们看见了，你就说当真无有人来，当真无有人来，没有人来，那你看见他到哪去了吗？快问你呢，快问你呢，快你说，你就说往西去了，那你就不会自己去是吗？我要说出来他们可就知道了。你就说往西边去了。往西去了，伙计，追追。是说了吧，小生名叫玉磊，我父玉飞，应当情灰所害，我与母亲兄弟连夜逃入府来，不料又被官兵冲散，此时官兵尚未走远，若被他人看出破绽，非但小生性命难保，还恐连累大姐你呀。啊，人犯没有追到，这药水也没捞到。哎，我说伙计啊，这前面没有捞到油水，咱要不要在这家再扎一扎？在这家扎一扎，扎一扎。好，开门了。谁呀？我们要回来了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问问你，是不是有个小白人跑到你家了？没有人来。没有人来，我们可要走。走，走我也不怕呀。不怕，快点走。嗯，小姑娘，这箱子里藏的是啥东西啊？是我的旧衣服。旧衣服。旧衣服也行呀，旧衣服也行。你们敢走，你们敢走？妈妈说了，我的旧衣服不许你们男人看。不许男人看，谁说不许男人看？你们平了。
多谢大姐救命之恩，那你就不必客气了，是我告辞了。慢着，你孤身一人他往哪里呀？这哎，我妹妹可真听话，我在门口站着，待我叫门啊。开门，开门！谁呀？哎，哥哥，我回来了啊！啊，我哥哥回来了，我哥哥回来了。啊，你，妹妹，啊，开门！哥哥我靠啊踹踹啊踹再踹我就不给你开了。哥哥我不踹了，快点开门吧啊。妹妹，你怎么边言边色的？谁边言边色的呀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要滚回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妹妹，怎么骂哥哥我滚回来呀？哎，妹妹，是你不知道啊，咱妈妈给咱外婆做了个钱包，就放在你那柜子里啊。他命哥哥回来取取。我妹妹啊，真把我妈的事当回事啊！我这么一说，她就给进去了。她进去，我也进去啊！妹妹，你进来干什么呀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！哎呀，妹妹，哥哥在半路上跑得怪累的，进屋里歇一会儿都不行啊！你不出去，我就不给你拿。你不给我拿？我自己拿。你出去。哎呀，好我的妹妹哩，咱妈妈在半路上等着我呢，我要去晚了妈妈非打我不可吗？你不出去，反正我就不给你拿。你不给我拿啊，我自己拿。哎呀，你出去。我妹妹今天是咋了啊？他不给我拿，他也不让我自己拿。你出去。待我吓唬吓唬他。妹妹，看你头上有条虫子啊！再来！哥哥，我自己拿。我淘气一会儿不在家，我妹妹当真把个白面书生就领到家里来了。我打你呢，我打你。打鼓。哎呀，你是这么算计来的？你就知道我淘气一会儿不在家啊，你就跑到我家里来了你啊。打鼓，我乃是念书的。什么念书的？
念书的不到学堂去念，你跑到我家里念来了你？是因我家背了难了。什么？你家被子来了？你家被子来了，跑到我家偷我家的被子来了你？大姑，你听错了，只因我家被早拿了，来你家避难啊！哎呀，说了半天还是你家的被子来了啊！你等着，我收拾收拾你小子啊！哎哎，你回来！待我先把你捆起来再说啊！大姑，哎，我把你带到大老爷堂上，把你一摆板子，把你的屁股打得烂烂的，看你还敢不敢往我妹妹柜子里面钻。我你还有脸不见了你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背什么？啊，你干的好事。那干什么事了？啊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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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跑到我们家中，要是家
冤呐！什么？哎呀，你还长得不白呀？你要是长得不白，哎，我妹妹的被子里也不会有你。我在半路上坐等等不来，又等等不来，闹了半天你在家跟你妹妹打起架了，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哎呀，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哎呀，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妈，我不是好东西，我妹妹她是好东西。你妹妹怎么了？妈，你过来。妈，咱娘俩一会儿不在家，我妹妹当真把个白面书生就领到家里了。嘿，胡说，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你给我看。走，妈，你看，妈，在这儿呢，妈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爸，
快快与恩人送吧。哎，哎呀，月公子，来来来，月公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我家的恩人。要早知道你是我家的恩人，你就是钻到我妹妹柜子里，一辈子不出来，我都不会怪你。恩人，快快请坐，妈妈请坐。妈妈，这皇恩人相称，公子有所不知，只因当年金兵杀到我们村里，眼看着一家老小四分五散，多亏岳老元帅杀退金兵，我们一家老小才得安全。岳老元帅的恩情，老身至死不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实在老身不在家中，多有得罪，老身赔礼了。妈妈无妨，妈妈大哥打我几下倒也无妨，只是不要冤枉了这位大姐。玉莲，不要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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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明天给你买棺材。果果他怎么了？他打我！去上前去打他几下，出出气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哎！哎呀！嗯嗯嗯！哎呀！啊！我妹妹她咬我呢！啊！再来！也不怕人家。真乃淘气。淘气，过来，不，过来，不。淘气，妈跟你商量点事。妈，说吧。你看岳公子即使忠良之后，又是一表人才，妈有心把你妹妹托付于他，你说好不好呀？不好。怎样不好？我要拿我妹妹换头牛。呸，怎么拿我姑娘换头牛？总比养活你老人家呀。你说到底好不好？妈，你是不换就不换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妈跟你妹妹说说去。哎，玉莲，过来。妈，玉莲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妈跟你商量点事。你看岳公子即使忠良之后，又是一表人才，妈有心把你的终生托付于他，你说好不好呀？你要是愿意呀，妈就跟人家说说去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公子，老生有一言说出口来，从与不从，不要见怪。妈妈有话请教无妨。老生
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名叫于莲，至今尚未婚配。我有幸把她的终生托付于你，不是你意下如何？妈妈好意，孝顺行令，只是我父姓丧，母亲兄弟下路不明，但等居家团聚方好成亲。如此甚好，但等你一家团聚后再来完婚。哦，如此与我转身，请受我小婿一拜。不要悲痛，我命淘气四处打听亲家母的下落，也就是了。多谢玉母。淘气，哎，下面预备酒饭与你妹夫压惊。哎，贤婿玉母，女儿妈，淘气，哎，水娘来。